农历羊年九月廿九，今天的资讯有 ：Xbox One 第一批向下兼容名单正式公布了，虽然兼容游戏数量超过100款，不过大家期待的大作并不多。没有关系，微软之前说了，今后的金会员会免 Xbox 360游戏都将加入到兼容名单，所以保守估计每个月至少会有两款 Xbox 360游戏加入到兼容大家庭。大家最期待的兼容游戏又是什么呢？今天古墓丽影崛起和辐射4双双发售了，对于这两款 IGN 和 GS 都拿了双九分以上的作品，相信不少玩家已经做出了决定吧。而对于那些还在纠结的玩家们，小编只能这么建议了。辐射最大的优点是耐玩，而最大的缺点也是耐玩。古墓最大的优点是简体中文和普通话配音，而最大的缺点是你必须有一台 Xbox One。 不过这也没什么，这不是双十一了吗？该花的钱还是得花的呀。